that sugar sweet. You got what I need. Sipping on the potion, all that good emotion, just my kind of heat. Keep it on repeat. Tested by the potion, loving this devotion. 好，我们是得体夫妇。那我们今天来做什么嘞？露营哦，真的是露营，来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来露营。那我这一次的定调就是呢，耍废之旅。所以大相机通通都收起来。我现在手上这台呢，就是 Sony ZV-1 啊，那就是轻便小巧，我们这一次就够牌了。大相机啊，就先休息一下，好放着，我应该不会拿出来。我们拿 Sony ZV-1 来做。你拿出来拿一次，我打一次。好，我们来做 Sony ZV-1 的一个山中的帐篷的开箱，对，好不好？这个帐篷我超期待，我们现在就来大家来开箱吧。还有一个这个防蚊的帐篷。你来进来看一下，超夸张的吧，超级漂亮，而且很干净。来，平妞介绍一下帐篷里面有什么？有床。床怎么样？床躺起来怎么样？超舒服的。你躺躺看。去躺一下，不想离开了。哇。我永远不想离开。就看得到，从床前面的景就是无敌山景，大家看一下。来。这样子哎。哇哎、超棒的。超惬意的哎。666666。哇，在里面这样拍起来好美哦、喔，超舒服的，地毯超舒服的。来看一下被子，高就是很像是山中里面的高级饭店的被子、看毛巾呐、还有卫生纸，还有一些这个牙刷、牙膏，都有其实我只有自己带，没想到这边都有。对，其实他都准备好，但是为了环保钱，我们还是都会用自己的，只是它是有些在备品可以用，还有毛巾也是好毛巾，对，还有一台这个除湿机。Sony ZV-1 啊，它有高速的混合自动对焦系统，所以你看哦，现在我可以快速从脸部切到马上帐篷里面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再切回到我的脸介绍，所以它的人眼的追焦的准确度、清晰度都非常非常的快速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。而且非常轻啊，拿在手上完全不是问题，你会很想要拿出来拍。好，这是我用这一年的心得了，真的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外面母女在干什么。她就要抱着母女。人的肤色真的超漂亮的。今天肤色超好，今天天气超级棒的哦，真的幸运哎。还好遇到夕阳。ZV-1 的这个柔肤功能很好用哦，为什么？非常适合像我们这种根本没有时间把自己打理好，还有有时候肤况不好的妈妈，用它柔肤功能套上去。对，妈妈精神状态不好，来自于。还有你呀、还敢讲它？来自于。使用主要是你好吗？我主要是我是。男性也可以得到很棒的肉肤效果。超凶，你在超神。其实细纹很多，然后其实。你不用这样子，我真的会把你打。好了，在我心中都一样美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用，不需要。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？有很多玩具，很多书。是啊、那我要买薯条可以吗？薯条可以。好，薯条多少钱，老板？100元。100元哦，那么贵，可以算我30元就好吗？可以啊。
可以哦，看起来不便宜耶。对啊，这很不便宜。这很不便宜，那你觉得这个多少钱？这没有钱。这不用钱，还是这个没有钱？这个没有售价，这个很贵很贵，贵到没有钱了，是吗？嗯，然后刷卡就行了。刷卡就行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是皮皮二人组，那我们今天来开箱什么嘞？我是很清楚，一离开，哇，你的脸马上露出来了，这样，哟，哎呦哎，哇，好神奇！我来试试看薯条，薯条，好来薯条这边，对，好来移开。陈建伟，而且这个功能啊，会让他意图一直想要看荧幕，不想要看镜头。没办法，但我们看我们眼睛全部都在旁边，在旁边。其实我在拍亲子写真，亲子写真有一个重点就是景深，如果有景深的话，画面就会变得比较有质感。小模型模糊了，嘿嘿，很棒哦，清楚。对，都是清楚，这很棒哎，这个画面很棒哦。好，来看我这边，现在是清楚，来看我这边。模糊，很棒哦。好，你要背着妈妈。我在后面。后面，爸爸呢？在这边。如果你想要轻松记录美好的家庭出游，收你的利弊惯性的得力好帮手。